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人，我们是 L 杂志十月的封面人物。Yeah， 然后，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，看看我们默契好不好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题开始。第一题，写出团员彼此最爱吃的甜食。哇，这是 piece of cake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笔画有点多。听好了吗？好了。听好了吗 ？1, 2。甜的都爱啊？真的吗？你是蛋糕，是冰淇淋，千哥是热的甜汤。热甜汤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甜食，你们最爱吃的健康餐蛋糕干面。嗯，好，看得出来哇，没关系，我以为是最爱吃的食物。好有默契啊，大家太有默契了吧？都不一样，没关系，就到第二题。好。第二题，请写下彼此的生日的总数。这个写错不得了哎！一样给大家十秒。结果是自己的写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秒。数学不太好。一，请亮牌。53。对，我写出来。53，26。二十六是谁？千哥生日总数加起来，生日是啊，6+2+4，没有6+24，6+24，对，9+1+0，9+10=19，哇哇哇哇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就叫互补，互补。千哥请说第三题，这个小明很喜欢披星戴月的想你这首歌，但点开 MV 需要等待到几分几秒音乐才会正式出现。导演，正负5秒啦。大家都会想说，我想说他的那个串流平台是不是坏的？对 ，MV 也是 ，MV 嘛。好，三，好，二，一。我记得是过了20秒就开始唱。我记得是1分10秒。哈，我记得是59秒前后。我乱差太远，不是20秒，是1分35到36秒。哎，怎么这么久啊？放烟火越来越唏嘘。目前好像没有答对错。哇哇！我跟你讲，只能说 B 团的选择性非常的多。没错，是的。是在参加。第四题，请写出团员们彼此的 IG 账号。简单吧？来，请写。提示有生日在里面。我们大家都生日在里面。来，我尽力了，好吗？但是我是爱大家的，真的，我很爱我的团员，真的。我的很难写啦。BANEDWARDG2669。Chromeline。有啦。对。我有。你有 Paulo。对啊。然后千哥是 Richard。0910。我哟。对吧？对。李佳丽，他就是李佳丽，不是，结果没有生日，他也没有生日，是你有生日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的到底有没有写。我们大家都生日在里面。好了，如果我们最后一题答对，我们就算过关。好，我真的感谢你们。最后一题，全金，全金。请问五月天加告五人等于几个人？三、二、一，请转身。八个，对吧？对吧？终于对了！太感动了吧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默契大考验，真的很有默契哦，太有默契了，太有默契了！继续锁定 L， 也锁定告五人，拜拜。